4月11日，河南景区开封府实景演出《包青天怒铡陈世美》，突然人群里冲出女子，冲进景区演出现场，跪在包公演员面前哭诉。目击者、现场游客都惊呆了。随后女子被两保安出来把喊冤的女子架走。网友表示，您说这是有多大的冤情啊，这可真的是实景演出。现在是2024年4月13号凌晨，还在沙尘暴中，在大海道。你看看新疆的天气多吓人啊，4月份还在下雪着嘞，又刮又下呀，还在下，又刮又下呢。你看有多厚。我操，这他妈自行车直接吹跑了。天哪，这个风太大了。看看我们这儿。4月12日，广西北海桥港镇一些回国华侨买的房子早些年被强拆，当局当时承诺给予侨民房租或安置房，至今没有兑现。当天一些侨民前往当地政府部门门口维权，网友留言称共产党的话也信，这些侨民在国外待久了，从外国特意回匪国当韭菜，前些年好像还有很多人跟风，现在成了很搞笑的事。我们老师盘。
哦，调起来了。今儿阿七。4月12日，青岛黄海学院一宿舍楼发生火灾。据知情学生们表示，事发时有学生会人员堵着门口不让出去，且消防通道被锁死，之后学生们踹开门逃生。视频显示，一些学生躲在门沿上企图跳下逃生。您好，这墓地多少钱呀？一年一个价，但一夜不是一点去。那您好，我问问咱这墓地现在多少钱啊？买墓是吗？啊，墓地。今年的那个墓地还没开始卖，价钱没出来呢。那去年多少钱啊？去年22万。22万，就整个大兴咱们这个天堂公墓。天堂公墓去年卖的就那个22万。它是每年都涨吗？每年卖的都不一样。就是每年不一样，那就是会涨价吗？意思就是。对。一个20万，咱们买的都是比你涨20年。多少年呀？20年，买墓都是20年。20年以后呢？国家政策允许的话就续费。续费多少钱呀？你看那现在哪知道20年以后的政策？那上边刻那字儿，不是字单收费，那是按字收钱。按字收啊？对。不光活人活不起，死人也死不起了。北京大兴南六环外，一平米的墓地22万一个，比房价还贵。就管20年，还年年涨价。20年前才1万一个。照这速度，等我死的时候，北京墓地可能得70-80万一个，我干脆早点埋进去得了。我招牌牌，这是招牌，拉开拉开，人群两排长，走，地铁里面也有警力，武警在站岗，安全感十足。我不知道这举报信箱是咋回事啊？到底是塞满了是怎么？我是塞不进去。拿也拿不出来，拿给怕给下边拿坏了，这是我塞的，上不去下不来了。这是第一巡查组，深圳的啊，可以看一下，深圳市委第一巡查组塞，举报材料我不知道是塞满了还是怎么回事。不是我保留，保留思想。啊，行，不发。好了好了。行，好了好了。我叫邓小帆，我实名举报国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和国品动画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卜俊鹏以工作为名义对我进行性骚扰。本人保证以下内容均属实，如有捏造事实，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从3月25号开始到4月9号，卜俊鹏对我的性骚扰一直没有停过。从最开始暗示我有个女生跟了他2年，最后给他买了一套房，到后来几乎每天晚上10点以后就会找我聊天，说我埋头打工只会一辈子房表身，想要实现阶级跨越就得跟着他，前提就是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好好陪他睡觉。一开始我不敢拒绝，因为我害怕失去这份工作，只能敷衍打哈哈完事。后来我得知他老婆就是公司的董事，就是公司总经理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他的敷衍有可能会成为以后他威胁我的把柄，于是我明确拒绝，我求他不要再骚扰我了，我说我只想好好工作，别的我不去想。
何俊鹏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但是隔一天还是会找我聊天，把我往信发面去带，给我发黄色视频等等。4月6号他叫我去做商务支持的时候，我心里猜想他是想再次当面说服我当小三，因为他给我发消息说要找我聊会，还说让我洗干净，但是我天真的以为只要我当面把事情说开了就好了，他就不会再纠缠我了。而且在公司办公室他肯定不敢说对我做什么，结果我去了以后他还是在给我灌输就是让我当小三的想法。是你觉得你成熟，你想变得成熟点，你说你在找别的对象有没有结果，对吧？不也是那把你来追的？那不太一样吧，和别的男生谈恋爱的话就是比较正常的情侣关系。我希望跟你是碰你嘛，你觉得哎好哥我也愿意跟你，成年人没那么太那个，你懂吗？麻烦，甚至后面还急着摸我大腿。你就认识你干嘛？我觉得有点太成熟了。我说你就认识你，刚才还性幻想的来着。我当时直接被吓到了，我没想到他竟然敢在办公室做这样的事情。后来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他，我觉得他今天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给我画饼。我说我只想好好工作，我的想法就是想单纯的把工作做好。我别的我真的不敢去想，也不是我应该去想的事情。我以为事情到此就完了，他就会放过我。结果就因为6号我反抗他对我身体的上的接触，我拒绝了他让我当小三的想法。7号他开会就说我工作不行，说哦，我觉得公司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画大饼，可是真相完全不是这样的。我7号一天都在想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他就是不能够放过我。到了8号的时候他开会又说我们普通人想要赚钱想要往上爬需要依靠能给你机会的人。我当时就破防了，因为这话他对我说过很多次，然后我直接就离开会议室了。后来我找我朋友，我说我都祈求他让我好好工作，不要让我再做别的事情。我朋友和我说他如果得不到我绝对不会放弃的，要么我只能知三当三，要么的话我就是立马离职。9号的时候我把他对我性骚扰的事情发在公司小群里，后来他威胁我说如果我要劳动仲裁我100%输，如果我想要精神损失费就是在敲诈勒索他。我说那我什么都不要我安静的走不可以吗？不是朋友对我恐吓说如果我现在走对我的影响很大，大家对我会有异样的眼光。我说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要现在走。从6号开始我的精神就一直非常崩溃，我在想为什么我一再忍让他就是不放过我，我都求他那么多次了，就差跪在他面前不要说再对我进行性骚扰，可是他还是不肯放过我。我和他说我给他留了面子，所以说没有把事情发在大群里面，可是他转头就对员工诋毁我。我现在每天几乎睡不着觉，我真的就是非常不理解，因为我才是那个受害者，我才是那个被性骚扰的人。我也都那么忍让了，可是我现在工作没了还要接受很多人的冷眼和不理解。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的在生活了，可是我就是过不好。就不俊鹏对我职场性骚扰这个事情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的生活，我也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已经受理了案件。我希望大家在面对职场性骚扰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站出来，而不是像我这样一再的妥协一再的忍让是没有用的。你们紧张不下了吗？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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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